时与远方被大门卡住了，所有东西已经准备收拾好了，结果他把我车挡住了，得等一会儿。我这归心似箭，都似火箭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我的心已经到我家门口了，就等着敲门了。我妈给我开门了，预计5天到6天到，也就是除夕的前一天或者除夕那一天到。因为带着拖挂你也跑不快，总共2900多公里啊！哎呀，这咋出呀？不好整啊，怼都不好怼。买个这个就是方便的多了。1、2、3，下一个，这个线我没弄对啊，是不？对，好久不弄，手都生了。试一下，试一下，我觉得可以的。上。哎，那可以，你能进来就没事。进来。文哥，看一下那边啊。你打死方向，打死方向，顶到头再往后倒一下，然后再打死方向往回倒，打死再倒。看一下右边啊，走，走。哎哎哎！那边太快了，倒回来，倒回来。我来看，我看啊，等一下。妈呀，这个距离，直到。不行了，那边离墙太近了，不好倒了。现在把它拖下来，我们人推吧。是也吧，被大门卡住。1、2、3，手刹没松。好，停。好好，这样人推还是很轻松的。终于给驮过来了，转过来了，这个弯子就好搞了。哎呀，不容易。走喽。文哥，出发！我们上高速啦 ，G6 高速，京藏。当年来的时候，这条高速还没有修通呢。不是当年，就是去年来的时候都没有。在2021年年中的时候，那叫什么羊八井到那去通了，然后到现在得说拉萨到那去全。对，我们现在直接到哪去就可以直接走高速了。以后要来西藏也会越来越方便。过年回家就要这么嗨。过年了，回家了。妈呀，我们俩每次过年的时候，我俩每次回家的时候路上都要听这个歌，这个歌能提神，然后又欢快，然后能让我们更快回家。这个音乐吧，就是不管啥时候，你这个音乐一起来，好像心情就好了，一下幸福感就展开了。这么吵，我们果汁睡得这么香。他也要见他媳妇儿了。我们现在走的这就是京藏高速那曲到拉萨段，然后右面这就是青藏铁路，看到没？那个铁路就是，然后再右边过大车的那个，那就是109国道，也就是青藏线。所以现在是三条路并行，以后要来拉萨的话真的很方便，而且以后过年要回家也更方便。
高速体验卡已到期，下高速了。现在就是109国道，也就是青藏线，然后走国道，走吧。现在离家里还有2600公里。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看到小文哥了，小文哥一个车跑得飞快，我们大白加个拖挂能慢慢的跑。60多哇，看路上这浮雪，跟新疆的沙子是一个道理，是吧？对啊，慢点开啊，带着拖挂呢，小心滑。缭绕的感觉，仙境。路上是冰啊，怕啥来啥呀？这背阴处，太阳照的时间不多，所以就是冰。好在是上坡，我不踩刹车问题不大。我靠！这有点太吓人了。我的妈呀，刚才你看到没，有个车冲下去了。对啊，哎呀，终于转过来，又是转弯又是冰，哇天哪，吓死我了。主要是他带了个拖挂，我要是大白我就不害怕，我跟你说。大白倒是不怕，啥冰坡咱没玩过，是不是？这儿更可怕，这是清冰啊。现在零下11度，这是下午的6:30不到，太阳还离落山还差得早呢。